無所不在嘅，佢喺我哋前後環繞，我哋按手，我哋身上。神咧係好開心，我哋嚟到親近佢嘅，我哋有呢個信心。神咧係好歡喜嘅，神咧係唔係好似人咁嘅？人咧就係會睇人嘅，但係神咧係總之邊一個人嚟到佢面前，佢都一樣咁歡喜嘅。我哋嘅心裏面就歡喜快樂。主啊，有你真好啊！啊，哈利路亞！我哋整個心靈就湧向神，神啊，我哋歡喜你，我哋感謝讚美你，我哋感激你，我哋放下所有重擔煩惱，所有心裏面嘅唔開心啊，對自己控告，有時我哋覺得自己，唉，我都係做唔到啦，呢個係一種控訴啦，我哋放低呢啲控訴，奉耶穌嘅名放低呢啲控訴，喺個心裏面唔需要指控自己嘅，可以享受我哋嘅主嘅愛，因為主嘅愛係無窮無盡嘅。啊，哈利路亞，有你真好啊！哈利路亞，啊，你成個心湧出嚟，啊，喺個心嗰度將啲重擔湧出嚟，哦，耶穌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耶穌，我深愛你。整個人咧係放鬆喺神嘅裏面，係完全冇擔心、冇重擔，因為我哋係被愛嘅，我哋係被愛嘅族類。哈利路亞！我哋係好尊貴嘅，有好尊貴嘅身份，我哋就全然嘅放低自己。哦，哈利路亞！將身體上嘅肌肉放鬆都係一個幫助嚟喎，意思係有腳。至到你的腹部、你的心口、你的手、你的頸、膊頭全部放鬆曬。啊，點解放鬆身體有幫助呢？因為放鬆身體的時候咧，個心靈都會放鬆嘅，個心咧會更加輕散嘅。咁你就放低曬一切的重擔。並且咧，唔好諗住神好遠咁嘅諗法，而係神咧好近嘅。神而家就喺你前面。哦，耶穌啊，有你喺我前頭真係好啦，我可以完全嘅輕省，毫無重擔煩惱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完全冇曬煩惱，完全冇曬重擔，完全嘅放鬆。哈利路亞，放低一切嘅重擔煩惱。耶穌，耶穌，完全嘅輕省，深信自己係被神睇重嘅，神睇重每一個。有時我哋好多時會比較，唉，嗰個人係被神睇重，其實神係個個都睇重嘅，個個都好寶貴嘅。喺我哋心裏面就話：神啊，你好睇重我，你好愛我，你好關心我，你同我一齊嘅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嗱，呢啲。思想咧，呢啲信念咧就係非常緊要嘅，就係神睇重每一個嘅，個個都中意嘅，個個都歡喜嘅，個個都喜悅嘅，個個都要提升嘅。哈利路亞，主啊，我哋喺你嘅裏面真有福啦，我哋真有福，個心完全鬆曬。哦，大家留意一下自己喎，喺呢個過程，你感受到搖動，身體搖動，呢個已經係經歷聖靈嘅一種啦。你有冇覺得個心鬆咧？因為個心有啲緊咧，你個頸係咪鬆咧？抑或係有啲緊咧？有冇成個人好輕鬆咧？同埋個心靈裏面，你試下呼叫耶穌嘅時候，裡面會唔會有喜樂湧出嚟咧？或者覺得有能力湧過咧？嗱，當你有感受到嘅時候，就係你個心靈開放啦。耶穌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所有嘅煩惱放低曬，所有嘅煩惱放低曬。嗱，如果你發覺心裏面有啲嘢，有啲嘢嘅指控，有啲嘅壓抑喺你嘅心裏面捆住你嘅，捆綁住你嘅。咁嗰啲咧就係一啲你未放到嘅地方，咁嗰啲地方咧你就試下放鬆佢，就話俾自己聽，用聖經嘅教導話俾自己聽，
唔緊要嘅，我做得唔夠好唔緊要，神咧係接納所有人嘅，唔係要做得夠好先可以嚟到神面前，神係接納所有人嘅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多謝耶穌神啊，你接納我嘅，哈利路亞，我真有福嘅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喺個心度鬆曬出嚟。啊！所有嘅重擔鬆曬出嚟，同埋個腦裏面任何嘅負面思想啊，任何對自己嘅指控，同埋唔專注，你都能夠攞低放低，一路一分心即刻諗住耶穌，耶穌愛緊我，耶穌愛緊我，真好啦！耶穌睇重我，真好啦！嗱，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，好多時我哋會比較，我唔及呢個人。在神眼中最重要是什么？是你的心看重神，我需要神，我需要神就可以了，我需要神，我很需要神，我拔着神，神是我的一切，那你拔着你的心就会放松了，神是你我一切，我完全依靠你，神就起源一个忧伤痛悔的心，一个渴慕的心，神必不轻看的，他心里面就神啊，我有你真有福，哈哈哈哈，就放低曬嗰啲比較啦，就唔好話，哎呀，我都係未得未得，唔好話俾自己未得，完全鬆曬。Yes， 嗱，身體鬆嘅第一步，第二步咧就係心靈鬆啦。哦，哈，哦，哈利路亞，啊，哈利路亞，個心完全鬆曬。哦，哈利路亞，多謝耶穌。哦，喺心個呼叫出嚟。啊，耶穌，啊，耶穌，啊，耶穌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啊啊啊，哈哈哈哈，哈利路亞，啊啊啊，哈利路亞。哈利路亞，哦，有幾多個你自己覺得現在很鬆的，個心又鬆又喜樂又平安，不一定有喜樂，總之你的心鬆真的覺得很容易，親近神真的，真的很簡單的，舉手，有幾多個是你覺得真的很容易來到神面前的，舉手，是不是？